Lexington 有一栋新上市的小屋，是 Cape 房型，四室两卫，1500平尺不到的居住面积。屋主呢，在这栋小屋中居住了大约20年。不久前呢，换了屋顶、窗户，新装修了厨房，现在要价559,900。这栋小屋的优点呢，主要有：一、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这栋房子呢，虽然不大，但是它的厅、餐厅、厨房等一样都不少，而且呢，面积分布也都较均匀。二、卧室总体状态。两间卧室在一楼，还有两间在二楼。对于 Cape 房型的房子来说呢，这个房子的卧室总体面积还是不错的，而且光线呢也很好。三、厨房。这栋房子的厨房呢较宽敞， Breakfast Nook 呢可以直接看到后院的 Deck， 感觉很不错。这栋房子的缺点是：一、离高速太近。这栋房子呢离95号公路太近，在院子中呢可以听到高速的声音，这点呢必然会影响房子的价值。二、Family Room 在地下室。地下室的装修算不上舒适，感觉呢，如果能够将一楼的面积呢完全作为 entertaining space， 将四间卧室全部都设计到二楼，可能效果会更加一些。如果您对 Lexington 这个城市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写的关于这个城市的简单介绍。